好，现在我们就来介绍如何使用你的Apple Watch。如果你有这个Apple Watch 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来 control 你的那个 slide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就打开我们的那个 Apple Watch，然后找到 Keynote，好，然后这个往前的箭头就会出现，你压一下。slide 就会往前，啊，那你如果要往后的话也可以，它会出现前进跟后退，好，前进、前进、后退、后退、再后退，好，前进、前进、后退。那你如果完成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跳出去，好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